货比较娇，我是伟娇。我们今天来一个外貌协会大调查，先来一个投票，你觉得你是外貌协会吗？坦白承认，不要紧啊。谁不喜欢美丽的东西？谁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呢？是吧？我就是外貌协会，怎么样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做一个街头采访，看看大家看异性第一眼是看哪里，还有就是穿着更加分还是颜值更加分。Let's go。第一眼看一个异性的话，你会看他哪里？脸呢？身高、身材、穿着吧。第一眼都是看脸的、啊。发型啊？发型？为什么你那么注重发型？发型教起来就高一点吗？更高。对，可能我比较高啊。OK， 确实还挺高，因为他穿平底鞋，看一下。对啊。大家最喜欢看的平底鞋。OK。那你喜欢教的高的吗？那肯定发型帅一点，好一点，不要那么乱。就说的就是我今天就乱了，是吧？肯定也高啊。我高吗？我有几条高？有几条高？身材吗？身材，你喜欢怎样的身材？火辣一点的。火辣一点的，你说这个我就不困了。怎样才是火辣？譬如说哪一个？迪丽热巴吧。迪丽热巴。对。你们觉得迪丽热巴的火辣程度五星可以打多少星？你觉得可以打多少星？四星吗？四星。看长相吧，看的鞋子吧，就是看她的鞋子干不干净啊。干不干净？我们想分开男女生来回答，你介意你可以去一下那一边回避一下吗？可以吗？看他愿不愿意采访。可以吗？ OK OK OK， 那你可以回避一下吗？把他支开了。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。操！你看男生第一眼你会先看他哪里？衣品。衣品。因为我觉得我穿的不差，但至少我的对象也不能穿的差。没有，你穿的很好啊，很有圣诞节气氛啊。最近你觉得你可以给你男朋友十分满分衣品的话打多少分？满分啊。满分是吧？对 啊太棒了。看腿。看腿。哦、oh,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。看腿为什么啊？你觉得腿长好看啊。腿长好看。你平时有开车吗？有。有玩车吗？有。所以你的轮毂一定很漂亮，你的车的轮毂。嗯。OK。我觉得你还是开车要开慢点。开车要开慢一点。Please don't 扎快。那你觉得男生是穿搭更重要还是颜值更重要？穿搭。颜值吧。颜值。穿搭吧。穿搭会加分很多啊。就男人不需要很帅哈、哦、也 OK。没用的现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帅没用？因为他穿搭比较好看，看起来会很舒服的。比如你一个人身上有好几种颜色，五颜六色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啊，对，所以品味。对。对啊 ，OK。感觉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吧？一定要选一个的话。一定要选啊。嗯。还是颜值吧，因为穿搭可以提升嘛，穿搭可以买一些衣服来提升自己嘛。衣品看人品。颜值吧，颜值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首先穿搭好看，嗯，好。首先穿搭好看，然后要有颜值。嗯，其实颜值现在化妆都 OK 的啦。哦，所以化妆也算是穿搭里面的吗？算吧。一般的化妆叫化妆，好的化妆叫乔装，像换头吧。换头。我觉得穿搭会提高他的颜值吧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身高和长相吧，我比较外貌协会。他是很帅的，他穿的肯定不丑吧？应该。不是的哇，就譬如说一个很帅的脸蛋搭在一身不合适的衣服上面。那是因为他没遇到我。啊，就等你说这一句了。Gas station 大牌子啊，福利萨配色很多已经断。前几天都说太热了，这几天天气正好了吧，太舒服了，兄弟们，冲啊！最毁一个异性他在你心目中的印象的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劈腿。我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。就是我跟你没有关系的话，你做出过分的行为。微信聊天也不可以，接触不到嘛，就是正常聊天是可以的，但是语言上面有点过分的话就不行。怎么样的聊天不是正常的聊天？就是聊聊发发图片，对那种之类的，直接拉黑吧、哦。表情包呢？表情包也不行也不行，一开口就讲粗口了。但广东话唔系成日讲粗口嘅咩？唔讲粗口，广东话冇韵味噶嘛。你唔算讲粗口吧，即系嗰啲咩咩叉叉嗰啲唔好咯。哦，咩咩叉叉，你叉叉。哈利波特，你着你皮啊，唔湿湿地啊。那广东人很喜欢穿拖鞋的哦，那些收租啊那些啊，那算邋遢吗？有些人拖鞋都好几百的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样子哈、哦、啊、如果他的拖鞋也是帅的，而且他是穿的这拖鞋是收租的话，那就 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，很现实。不喜欢说粗口的，说脏话吧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哦，然后很没素质的那种。他谈吐方面吧，就整天说粗口啊，一些不雅的行为举止啊，那些就感觉不是很好。OK， 男女都不喜欢说粗口哦。可能这性格吗？性格。你不喜欢女生做什么？太做作了。太做作，就可能一直去猜想她想做什么，就她不说出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比如说我今天想喝烧仙草，她一回到来公司就会怎么样？她会告诉你想喝奶茶，但是她会说随便、哦，但是买回来她就不会喝。真的，
对对对。有没有试过这一种经历？拽拽啊！我不喜欢那种觉得自己拽的跟个二五八万似的，啥也不是，爱谁谁的。就姿态很高。对，就把自己的位置定格的太高了。OK， 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，你觉得你对一个异性第一眼先看哪里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但是今天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哈，不要说出口。OK， 加油牛逼！